我们一家访问蓝，韩国当练习生很辛苦。那他也不说你怎么知道那么辛苦？因为我最近在东大东大给买衣服吗？好，你们尽量用鄙视我的心情去看待我。跟一个人装熟没关系，被骂完就对。跟一个国家装熟，那就是我是真的，我把护照哎，把那个盖章拿出来，我刚入境，因为装熟就算了，还伪造私章。